山东省龙口市福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坐落在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龙口，这里东临烟台，南临青岛，北与大连隔海相望，距离全国地方一大港龙口港仅2公里，海陆空航线四通八达。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厚的物产资源，先进的基础设施，为福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广阔的空间。福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公司占地面积10000多平米，现有100多名员工，并拥有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通过十几年的共同努力，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制造经验，现已形成自主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一条龙营销模式，多次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客户满意企业等。产品在融入更多科技含量的同时，自主研发创新，积极导入 ISO 9001的质量保证体系模式，科学管理，规范操作，卓越的品质是我们企业永恒的追求。我公司主要产品取得了 CE 认证及相关测试报告，为公司主流产品全面开拓欧洲市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我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可靠，机械化程度高，技术精确，并取得广大客户的信赖，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如埃及、南非、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冰岛、印度、委内瑞拉、越南、葡萄牙、西班牙等。我公司专业生产包装机械，主要开发了 EPE 发泡布生产线、 EPE 发泡管、棒、水果网套生产线、纸浆模塑生产线等。 EPE 发泡布生产线介绍，是采用螺杆长径比为55:1，是以高压低密度聚乙烯为原料，通过挤出装置按配比加入辅料，通过自动上料机将原料加入料斗，然后辅料和原料共同进入挤出机加料段，这样可使原料和辅料更好的混合。通过蜡泵将抗收缩剂注入螺筒与原料辅料混合，作用是防止产品收缩。钉完缝将钉完液注入螺筒内发泡后，通过螺筒冷却降温，塑化后的混合料从机头挤出，通过定型孔的冷却定型，经展平支架展平，牵引机牵引到收卷机收卷，根据客户需要的产品程度，由计米器自动报计，而后灌卷、称量、包装入库。设备的型号分别有 FCF-PM-90 型、 FCF-PM-105 型、FCF-PM-120 型、 FCF-PM-150 型、 FCF-PM-170 型、 FCF-PM-200 型。日产发泡布分别为2吨、2.5吨、3吨、5吨、7吨、10吨，客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机型。 EPE 发泡管放生产线，EPE 发泡网生产线。纸浆模塑生产线包括五个过程：制浆系统、成型系统、烘干系统、整形系统、打包系统。制浆系统主要包括水力碎浆机、浆泵、振动筛、磨浆机、搅拌器、浆池。成型系统主要包括成型机、真空泵、空压机、真空罐、气罐、水罐。干燥系统根据热源不同分为燃油式烘干、燃气式烘干、蒸汽烘干、导热油烘干、电加热烘干、热风炉烘干。整形系统包括整形机及配套模具。包装系统主要包括自动打包机、自动推叠、自动计数。废纸经过卫生处理后，雨水加入水力碎浆机，经过碎浆、筛浆、磨浆、调浆流程后，用泵送入成型机。成型机的成型膜连续的匀速旋转，饱含纸纤维的纸浆经由真空吸附在光滑的模具表面，
吸附在模具表面的纸浆，经过滤网和模具的脱水小孔，均匀的脱水，保证了产品与模具的一致性。当转移模与成型模合模时，自动控制系统给成型模输入一股平缓的压缩空气，转移模同时形成真空，然后转移模将产品平稳地放到烘干性的输出带上。产品烘干后，由输送带平稳输出，整个生产用水进行的是封闭式循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面对数字化信息的时代，全体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加强了企业与国家接轨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积极寻找机遇，勇敢地面对挑战。我们秉承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精神，争闯一流。我们以一流的售后服务恭候各界人士的光临惠顾。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一流的售后服务是普昌全体员工的承诺。